退化现象。那么这个东西与其他里面，由于肾断层、粒断层以及平移断层，它有各个形成不同的鱼鳞的倒齿状啊，倒齿状的岩这个小岩片，那么这些都是它可以确定的地方。那么另外，这是我们属于地质方面。那么在地球物理方面的话来讲，这是要经过。